出来了。这里是花莲七星潭。那山那海民宿，顶楼平台看日出。山就那边就是太鲁阁，哇，下雨了，已经在滴了，天气。这里是花莲机场，啊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上鸟叫声好大，早起的鸟有虫吃，啊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毛毛雨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啊，进去了。这个是楼楼梯的窗景，七星潭日出，太阳快出来了，现在是5点多了，阴沉比较厚，还有点空隙跑出来，阳光洒进来。手机拉近，就这样子而已啊，拉最近了。